难度脱火仙男子身火仙女人身火仙天龙身火仙神鬼身火仙山林船员和赤泉经历给予人悉皆度脱火仙天地身火仙放旺身火仙转轮旺身火仙去世身火仙过往身火仙在福身火仙观身诸神火仙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身乃至声闻罗汉比支佛菩萨等身而已化度非但多身独现其前如观无累劫尽苦度堕入是等难化刚将罪苦众生即有为挑夫者随业报应若多而居受大苦时如当一年无再逃离天宫应尽付出离娑婆世界之弥勒祖师以来众生悉世界多用力诸国与佛受记二十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功夫一心体内来念白起佛言我从旧缘劫来蒙佛接引是我不可思议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而刹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亿身每一身多百千万亿人定归尽三宝永历生死之涅槃的待遇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火后发须我见度脱是火大力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如是三拜佛也为愿世尊不以后世而业众生为律而是佛赞地藏菩萨言善哉善哉无诸如昔如能成就九愿界来发弘誓愿广度将彼其真菩提观众生也愿平地三而是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神者言佛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实云何地藏当言千万世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彼之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最报已得摩耶夫人崇拜菩萨皆愿闻于阎浮最报所感而去地藏当言神佛为愿听说我初说是佛母拜也愿生者说而是地藏菩萨拜圣母也难言菩提最报名号如是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自杀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极若有众生诸佛圣贤会谤三宝不敬尊敬以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极若有众生亲孙常住殿无生离或劫难内自心淫欲或杀或害如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极若有众生为作沙门行非沙门佛用常住其广白以为被戒律种种造恶若是等被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诸无极若有众生
都协常住财物故名饮食衣服乃至衣物不以取者当作无间地狱千万一劫求出无期地藏白眼神魔若有众生作入是罪当作无间地狱求暂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崇拜地藏菩萨言云何名为无间地狱地藏白眼神魔住有地狱在大铁围山之内其大地狱有一十八所次有五百名好个别次有千百名次一别无间狱者其余城周匝八万余里其城春铁高一万里城上或许少有空缺其余城中足以相列名号个别独有一名月无间其余周匝万八千里欲将高一千里西施铁围上火车下下火车上铁色铁钩突火之处与墙之上同时而走于中有船遍满万里一人受罪自见其身遍我满床千万人受罪一个自见身满床上罪耶稣刚火爆如是有诸罪人备受罪苦千百夜叉其一恶鬼口牙如剑眼如电光手普通超脱业罪人复有夜叉之大铁骑中罪人生火中口鼻火中腹被炮攻犯禁火之床上复有铁衣但罪人梦复有铁蛇脚罪人敬拜之间内西下长地八蛇根里周长坐转仰通关口热铁缠身万四千身也甘如是动静一切求出其此界外是即身他界他界此外转即他方他方外是辗转相即此界成后还复而来无间罪报其实如是有无是也甘不成无间何甘为我以这日夜受罪即至结束无时间绝不成无间而这一人一满多人一满故成无间三者罪其杂邦因舍狼犬对魔去造错错火堂铁王铁身铁驴铁马神格罗索热铁脚身鸡吞铁王可因铁之从年近结束那由他故出相连更无间断故成无间使者不闻男子女人将火一地老有鬼见火龙火神火天火鬼罪心也感系同受之过成无间无者若多此语总错若是至百千劫一日一夜万次万生求一念间暂住不得除非夜尽方得受身以此念念故成无间地藏菩萨百身母也无间地狱处所如是若光说地狱罪其等名即出苦是一切之中求说不清摩耶夫人问一愁有何成定力而推言复众生也堪病第四二十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来为神力果遍百千万亿世界分是身心九八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果即不能作如是变化我今有蒙佛佛说之啊
以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灵度脱，为然世尊愿多有余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为解脱者，心是我地恶习切业善习切果，为善为恶处境的善论转无道障，无修习动心成解密惑障，难如欲有望将世从流脱入战处，有佛造王一世等被无当有年，若即彼时妄言累劫众世广作罪悲，我佛恶律所施于于是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明定自在王，拜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可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为愿。世尊略而说之，而是世尊高听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三思念之，我当为如分别解说，乃王过去无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说尽，而是有佛号一切之成就，如来因功正遍之明心作善事是浅浅，无上是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其佛寿命六万劫，为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名国王为有忠心事上，饶益众生及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王，以及广设方便，以王法愿造成佛道，当度是悲悯是无余，以王法愿若不先度罪过，临时安乐得之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以王法愿造成佛则即一切之成就，如来是以王法愿永度罪苦众生，为愿成佛则即地藏菩萨是福于过去无量阿僧祇，皆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莫如来其佛寿命是世界相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因此教化于女人子月光摩舍是供养罗汉，闻之于愿何等广目大眼，我以魔王之日子佛就八为之，我目生出何去罗汉命之为若定观见光摩女摩多在而举手击大哭罗汉，闻光摩言若摩在身作何行也，尽在何去受其大国光目大眼，我所所喜为好事，但于别之俗所是以别多是其子，我超我诸子今世但及其命数千万福倍，准则子民如何爱救罗汉命之为作方便，劝光目也如何知成年清净莲花，莫如来见所化形象尊王火宝，王母闻以其舍所爱寻花佛像而供养之，父恭敬心悲喜站立护于眼后，用见佛身金色晃耀，如须弥山方大光明而高光，母如母不就当身如家残缺即寒即当言说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难言说其手背其高于光目神思也，愿果报自受，我是若摩教主阿弥子别如来累多大地狱梦如佛你方得受生，为下贱人有福短命寿年十三根落而道，如有何其令无脱面光明闻说之某一根也被提而拜
卑自己，使我母而知本罪，作恶行也，过于而大卑自大也。以杀害为马而耶所保，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以事也，故为何解脱光目闻言地狱罪报，即是云何卑自大也。罪过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出百难尽，光目闻一体内好奇而百空皆愿，我之母用脱地狱彼时三岁，更无重罪，极力而道十方诸佛慈爱命我听，我为母娑婆光大誓愿，若得我母用力善脱，即是下界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这愿。我至今日后对清净莲花母如来相见，绝后百千万一切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就把灵力地狱而去，出生恶鬼等如是罪报等人今生获尽，我然后方成真觉法师，愿一句问清净莲花母如来而告知曰：光目若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无关如母十三岁毗舍此宝，一生为凡至寿年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寿命不可计，皆号称佛国广度人天，说如恒河沙佛高定自在外，而是罗汉佛度光目者，即无尽意菩萨是光目目者，即解脱菩萨是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是过去久远界中如是之名法，恒河沙愿光度众生，未来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淫过者、邪淫妄欲者、两舌二口者、毁谤大圣者，若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若于善知识权定一贪之戒，皈依地藏菩萨是诸众生即得解脱善恶道报，若能知心归精即站立赞叹香花一佛，种种正报或福音是如是奉持者，未来百千万一劫中藏在诸天寿神庙乐若天佛及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能以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萨又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光力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是金光宣流不定自在王，拜佛也是尊愿，不由虑我等百千万亿菩萨摩诃萨必能成佛为圣，光严是金云严佛体利益众生，定自在王菩萨拜师尊以合掌恭敬坐立而退，而是十方天王举手坐起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地藏菩萨以求愿界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有度未觉，更发光大誓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佛告示天王：善哉善哉，无尽未如其未来，现在天人众等光力故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婆体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知识，是天王言唯然世尊愿要与万佛告示天王：地藏菩萨求
求愿切来祈取，今度脱众生有为彼愿，此名此时罪苦众生，复观未来无量劫中因满不断，一时之故有发众愿，如是菩萨于娑婆世界阎浮提中，百千万亿方便而为教化，是天王地藏菩萨若于杀生者所素养短命报，若一切道者所贫穷苦处报，若一切因者所缺各缘养报，若一恶口者所眷属斗争报，若一毁谤者所无舌疮口报，若一嗔恚者所受罗笼缠报，若一见利者所索求为缘报，若一饮食无度者所饥渴也病报，若一天烈痴情者所惊狂丧命报，若一悖逆父母者所天地财杀报，若一烧山离木者所狂迷去死报，若一前后父母恶毒者所半身变大现受报，若一亡不胜出者所骨肉分离报，若一毁谤三宝者所盲聋喑哑报，若一侵法满教者所用诸恶道报，若一破用常住者所一切轮回地狱报，若一无烦无身者所用在畜生报，若一贪火占住上身者所轮回地藏报，若一破戒犯罪者所亲受饥饿报，若一非礼非勇者所索求决绝报，若一无我功高者所卑视下贱报，若一两舌斗乱者所无舌百舌报，若一邪见者所遍地受身报，如是等言佛提众生身口意业恶习皆过百千报应，尽诸劣所如是等言佛提众生也甘差别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只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后堕地狱动静皆说无有出息，是故如等忽人忽过无令，是诸众也迷惑众生是天王问已，涕泪悲叹而障而对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上离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陀罗尼地尼和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胜利切提萨婆诃利婆利婆利求诃求诃利多罗尼尼尼诃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胜利切提萨婆诃利婆利婆利求诃求诃利多罗尼尼尼诃来提毗尼尼提摩诃切提胜利切提
圆满生命波罗蜜，精进修行满人间，断除三毒诸烦恼，慈悲菩提大愿力。各位生命菩萨大家好，快乐从哪里来？关心别人，关心众生，那就快乐了。痛苦哪里来？只为自己想，自私，那就痛苦了。所以佛陀跟我们说，不要起贪嗔痴三毒，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就会受苦。那要怎么办？菩提心、慈悲心、空心，以这三种心去圆满波罗蜜，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愿生命电视台祝大家生命圆满，阿弥陀佛。护持证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或山地狱，或是地狱，或床地狱，或梁地狱，或阴地狱，俱亚地狱，波皮地狱，淫邪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刀刺地狱，火无地狱，铁无地狱，火狼地狱，若是等地狱，其中各个复有诸小地狱，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号各个不同。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忍者智者皆是难言菩提心，乐众生也甘若是耶利圣大能地须弥，能生去海，能藏身，能识破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事后又报显好手之父子之己，其罗个别纵然相逢，无肯待手。我今成佛为地略说地狱，罪报之事为愿忍者暂停誓言，破现大言无以救之。善恶道报往忍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忍者说，是令归佛。地藏白言：忍者地狱罪报，其实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舍是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是之，或有地狱火汤身肺诸罪人身，或有地狱赤手痛诸持罪人包，或有地狱食诸火烧沉积罪人，或有地狱一向患病，或有地狱无限分鸟，或有地狱春飞几里，或有地狱多赞我将，或有地狱伪装胸背，或有地狱弹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手，或有地狱去做铁钩，或有地狱金甲铁罗。忍者若是等报，各得一种，有百千种业道之其，无非是同是铁是石是火，此是众物众业性感。若光说地狱罪报，等是地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于我今成佛为神。即忍者闻略说，若是罗光解说，穷劫不尽，如来藏看遍第六二十世尊，其身方大功名，遍超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诸大音声不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显大不可思议为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入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的光作方便，为护持清净一切众生成涅槃乐。说是于一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光，何成恭敬而拜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犹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为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是诸天龙马不及未来世众生听受佛语，而是世尊告普光菩萨：即是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若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光白言：唯然，世尊愿要语闻。佛告普光菩萨：未来
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弥者，我者长者赞叹者者离者莲目者，世人超越三世皆罪不过。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才华形象或图事就其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以善以利者，世人百般甚于三世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加入天佛净土，下生人间有为过往不是大利。若有女人念女人身即心供养地藏菩萨化相即土是教其通铁灯像，若是日日不退常以化相饮食以佛尘财创犯千宝物等供养，十善女人仅此一宝女身，百千万劫根不胜有女人世界，何况佛手除非自愿力供养受女身，度脱众生曾次供养地藏力国际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不辞不过。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等于地藏相前之心站立是亲之皆是人千万劫中所受生生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若不厌女身几百千万一生中常为妄语，乃即王妃在佛大行道场者女断真受生诸相圆满，有知心故站立地藏菩萨。我佛若是佛慈佛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相见，作诸伎乐即可用赞叹香花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若是等辈，现在世中即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为佛破令而施者闻其耳，何况亲受诸恩佛慈不光，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即恶生恶鬼，今有善男子善女人跪请供养赞叹站立地藏菩萨形象，佛往生即回谤无功德，即离世火龙是小火被免费，或全人共费，或一人费，或多人费，乃至一年生机会者，若是之人现阶前佛灭度机会之宝，常在阿鼻地狱受集中罪过，世界以防受恶鬼，有金钱皆不受出生，有金钱皆忘得人生，纵受人生贫穷下界，除根不去多悲恶业来切其心，不就之间不多恶道是不复光，即为他人供养上我自报，何况别生恶皆毁灭，福慈不光。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救出床尘，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乃至家亲，或要现道，或多眼眉共罪身，有日月随身装佛王，在面中教过残疾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心中或难舍受，或不得与男女素颜不辨世事，担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以便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以不报悲庄严舍在对病人前高声长言，我摩诃等为是病人对镜向前舍诸等物，我供养镜像，我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大士，或燃油灯，或
是常住，如是三百病人，千里闻之，家里住，十分散之其尽者，乃至一日、二日、三日、四日，至七日以来，但高声百高声度尽，使人命中之后素养重罪，至于无目见罪，永得解脱，所受身处常知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述自己，或教人说，或自述化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述化所说果报，彼或大力士，国不广。若见有人读诵诗经，乃至一念赞叹诗经，或恭敬者，若学百千方便，全是等人清心莫退，能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佛慈不光，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至诸心，或悲或喜，或愁或贪，或空或不，此皆是一生是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味的处理，不出希望，福利就把当告诉是不如是作方便，远离而道，不光如一生离前世眷属，应对诸佛菩萨向前自行，自度此经，或亲人多亲说三遍，或七遍，若是二道眷属，今生必是遍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佛慈不光。若未来世有诸家界等人，或怒或悲，乃至诸佛自由之人，觉知处也要忏悔这自心忏礼，地藏菩萨心相，乃至一切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今次报佛千万圣众，长生尊贵，根薄情善恶道苦，佛慈不光。若未来世庄严佛体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一心众，诸有心禅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遭遇读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甚至或男或女，素有养宝殿的解脱安乐一样，寿命增长。若是成佛圣者，转正安乐，给予寿命，佛慈不光。若未来世众生逾越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十九日等处罪戒，即定其轻重，难言菩提众生具智动念，无不是也，无不是罪，何况自轻杀害戒道，邪淫妄语百千罪状，等于是实在日对佛菩萨诸先生相前，读诗经一遍，东西南北百有训练，无作灾难，当此俱佳。若常若有现在未来百千岁中，用力恶趣能于是在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俱佳，无作恨病，一时风雨，是故不光。当此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只是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次五次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数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短者生尊贵家，而是不
光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以后归合掌佛拜佛言世尊我就只是大师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及大师愿你为未来众生前世你以故闻如来为然定受世尊当何名此经是我云何六部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恒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愿此菩萨九愿皆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不如等一愿六部普广闻一合掌恭敬坐立而退第一成王兵第七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观世言佛众生具心动念无非是罪陀罗山你多退出心若一恩人念念真一时等被人如理你托付一众者见困见状祖祖神随若得一知识体一见佛或学一佛是知识有大力故佛相佛主权临老教若大病地虚心而路无在经历世尊喜而众生众见而见便知无量世诸众生有如是悉临命众是父母眷属以为舍佛以至见如火先翻开其然有灯火转度尊敬火供养佛像及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彼之佛名字一名一号地令众人耳根我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及其感果彼多而去原是眷属为令众人修持圣意如是众罪悉皆消灭若能更为甚是之后其七日内光照众生能使是诸众生用力而去得生人天受生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是故我今对佛世尊及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全于阎浮提众生临终之日生我杀害及造恶缘百计鬼神求作王良何以故而所杀害乃至百计无限好之力利益亡人断绝罪缘转正身中驾驶来世或现在生得我身份升天天中愿是临终被捉卷所造十二因一令使命众人仰泪对边万生善处何况令命众人在生未曾有少善根各去本业自受而去何人眷属更为正业譬如有人从原地来去两三日所佛但我强过百金或与令人更佛少一时之国传佛困众世尊我观阎佛众生但内于诸佛教中乃至三十一毛一滴一刹一生如是利益悉皆自得所施于是会中有一长者名曰大辩师长者九成五身华多十方现长者身和长恭敬闻地藏菩萨言大师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小大眷属为修功德乃至舍在朝中善因使命中人得大利益即谢陀佛地藏大言长者我今
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为你，别说世事长者未来现在出众生的黎明中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支佛名，不闻有罪无罪悉得解脱，若有男子女人在身不修善业多遭众罪，命中之后见说小大为造福利，一切生死七分之中而乃获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纷纷计划无常大鬼不计恶道，明明有身为之罪佛起起日内如此如龙，活在处世辩论业果，身定之后举业受身为车之间千万愁苦，何况多于诸恶趣等是命中人为得受身，在七夕日内念念之间望诸骨肉眷属于造福利就罢，果实日后岁月受报，若是罪人动尽千百岁中无解脱日，若是无我见罪堕大地狱千劫万劫，永受众苦佛持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因在自处业大，为在世间即因在自私迷干财业，不起于地乃至诸事为先佛身无得现世，如有为师即薄精勤是命众人了不得力，如今勤护勤奉先佛身是命众人基本或一时过长者言佛众生得难为其父母乃至劝说命中之后舍在供养之心情感，如是之人存亡或你说是于是逃离天宫有千万亿，哪有他言佛归身西发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坐立而对阎罗王中赞叹并第八二十帖为善内有无量罪王与阎罗天子俱于道理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正鬼王百无鬼王邪无鬼王智无鬼王三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丹手鬼王佛师鬼王诸好鬼王诸佛鬼王诸事鬼王诸财鬼王诸处鬼王诸金鬼王诸手鬼王诸眉鬼王诸尘鬼王诸名鬼王诸迹鬼王诸仙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叉王大阿那叉王如是等大鬼王各个于百邪诸小鬼王尽去阎菩提各有所知各有所出是诸鬼王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俱已到地在一面地而是阎罗天子无鬼合掌拜佛言世尊我等今这一诸鬼王成佛为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次道理大会已是我等我山里故我今有小意识敢问世尊为愿世尊慈悲宣说佛告阎罗天子自如所闻无为如说是是阎罗天子真理世尊即会是地藏菩萨而拜佛言世尊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多罪过众生我持疲倦是大菩萨犹如是
不可思议神通，致使人诸众生脱惑罪报，为救之间有多恶道。世尊是地藏菩萨，即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云何众生而不义之神道，永去解脱。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佛告阎罗天子，难言菩提众生其心刚强，难调难伏。十大菩萨一百千劫，头到九八如是众生早临解脱。是罪报人乃至堕他恶趣，菩萨以方便力拔出根本业缘，而且我所是只是只是阎浮众生皆恶习中宣出现如来。老师菩萨究竟解除而作度脱，譬如有人迷失本家，我如现道，其现道中多出夜叉及护郎狮子，愿舍佛邪如是迷人，在现道中须臾之间即造诸毒，有一只是多劫大树神经是多乃及夜叉诸恶毒的无风迷人，于今现道而于之言多灾难，此为何事故而如此？如有何一说能知诸毒是迷路人，无闻是于方知现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落是善知识，即使接受引出现道，免诸恶毒之余，好得令得安乐。而一之言多在迷人，自今以后无力是道，此路路则足难得出。不顺心迷是迷路人，一生感召临别之时，只是要言若前进之际，诸路人若男若女，愿以此路多出度而丧失性命，无临是终，自取其时是故地藏菩萨取大慈悲，救拔罪苦众生，圣人天中灵寿妙乐，是出最终至业道苦，脱得出离，永不再迷。如迷路人误入仙道，一善知识因皆临出，永不复入。奉劝他人普贤莫如此也，今世迷惑得解脱，今根不复入。若在历劫有上迷悟不觉，就成所罗仙道，或知是命如多恶趣。地藏菩萨方便力故，是力解脱圣人天中旋游在如若夜界中，永出地狱无解脱，是而是恶毒鬼王。合掌恭敬拜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我利益人，我损害人个个不同，然是业报，是我眷属有心世界多恶少生，果人家听我曾一句落转远方生活，有男子女人修谋发善事，乃至宣一番一改烧香烧花供养佛像及菩萨像，或转多尊敬烧香供养，一句一句我等鬼王尽力世人，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是诸小鬼，各有大力及徒弟分辨，令为护不令二十恨十二病恨病，乃至不如一时今于此舍得出，何况入门佛上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其余言都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以高盼望，地势令为胡如错失，于是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名，拜佛言：世尊，我本也愿作阎浮人民生死事，是我解除自在我本愿生于利益，只是众生不会我以知令生死去不得，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论男女或与
是但作善事，曾一舍在此领土地无量欢喜，永护自母得大安乐，离欲眷属，或一生下生无杀害，去诸行为恭喜参母及光去眷属，饮酒食肉，可悦玄关，能令自母不得安乐。可以过失灿烂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于是行邪事，我造灵舍在土地灵气，何故自母是因安乐而得利？如是之人皆安乐故，便可摄佛大诸土地，方为杀害其去眷属，以是之故，凡养子受之母俱损。有言佛地灵命，众人不闻善恶，我于灵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曾我立佛誓言，佛地行善之人灵命中纵使已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皆亡人领落恶道，何况本造恶者世尊。如是言菩提，男子女人灵命纵使生死昏昧，不变善恶，乃至言那个